余生大结局，顾卫和林之孝的穿搭时髦又甜美，时隔三年仍时尚。剧中顾卫和林之孝的爱情故事被肖战和杨紫演绎的清甜可人，当严谨刻板又高冷的顾卫遇到精灵古怪不按常理出牌的林之孝之后，当两个相爱的人相互吸引又担心被伤害产生的一系列化学反应，在剧中既虐心又感动。网友在见证了两人从相识到相知相爱的过程之后，也会相信爱情，也想找个人让他余生请多指教。在剧中不仅两人爱情故事甜到了你，连两人的穿搭也有故事。在该剧播出结束时，导演直播连线了部分演员，交流中说出了该剧的一个秘密。其实顾卫在剧中的大部分服装都是肖战的本人的私服，也就是说肖战用自己的私服作为演出服，难怪在剧中的顾卫身上有着肖战的味道。不过从这里也能看到肖战的时尚品味，时隔三年仍然给人一种时尚潮流的感觉。我们来解析一下剧中顾卫和林之孝的穿搭，看看能给你哪些启发。优雅的穿搭，时髦又甜美，顾卫和林之孝这个造型最为经典，也是该剧的宣传的一个亮点。顾卫的穿搭与传统的礼服不同，选择的是一款格纹西装外套搭配白色衬衫，下身则是黑色的西裤，整体给人一种优雅中透着时尚的感觉。林之孝的穿搭给人的感觉更显甜美，采取的是白色衬衫搭配 Y 字背带半裙套装的穿搭，休闲的穿搭，时尚又潮流。这款穿搭是顾卫和林之孝一起看日出在情人桥上的穿搭，两人在一起浪漫的氛围感满满的，从林之孝充满情意的目光中看到了爱情的美好，而共度一生，一起白头偕老又是多少人对于爱情的憧憬。顾卫的上身是一件韩版翻领口袋工装夹克外套，内搭一件圆领 T 恤，给人一种清爽的新鲜感，这身穿搭的休闲味比较浓，是一款出游的穿搭。